哇塞，这个 WD 从头读到尾两 GB 的速度写入，哇塞，真的获得百分百认可，这个哇塞，真是厉害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反过来把我们的 WD 复制到我们的 C 碟，随便复制到一个资料夹，看看两 GB 的写入 SSD， Samsung SSD， 哇，你看 Samsung bottleneck 了， Samsung 写入速度1点多 GB， 1.3，哦，越来越慢了。然后我们的 WD 读取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。然后我们的 C 碟 Samsung 已经100%了，我们终于把 Samsung 推到极限了。然后极限差不多就是2 GB 以内了，1.3、1.4、1.5，平均1.4吧，1.4、1.5。忽高忽低，反正没有 WD 这么快啦，反正 WD 现在就是完胜状态，这也是就是哇塞，而且还速度直接掉下来，是发生什么回事？